现在中原标准时间是51分25秒，一分钟内，好，就这样。我们再看看，我只看到站在哪里，在这里，好。哇，还有12分钟。五秒，那边自己开始。现在计算它从画面升到最底下，升到最上面要几秒，这样才能保证我等一下那个间隔时间内能录到。最近看起来月亮真的很慢。它是以前拍那个月亮是上下动，现在天空是左右移动，所以不错。我再调好位置，还有7分钟。没有带水，忘记带水了。现在不错是它可以从画面左边慢慢移到画面右边，而且时间可能超过2-3分钟，所以这个焦段是 OK 的。这焦段是多少？144元的300乘以2乘以1.6乘以1.5，1440，对，不用到2880，1440其实拍月亮是最好的。然后我再找一下中原标准时间，再去找一下中原标准时间，5:46，国际太空站。这是搜寻 ISS 吗？哦，国际太空站现在在这里。现在在那个位置，月亮太空。国际太空站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截的图好了。国际太空站现在准备过来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好，那最右边已经超过了，看一下，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，大概有3分钟时间，我就在52秒，我就在1分半的时候开始拍好，3分钟的时间，3分嘛，52、50、51、50分，30秒的时候在画面最左边开始拍，然后拍到让画面月球跑到最右边，刚好3分钟，然后国际太空站会在我画面最中央的时候飞过去，就这样。50分了，好快啊，侯姐！
变成对焦。可以。现在几分？51了，好，赶快录了。51，谢谢。好。现在中原标准时间是51分25秒，一分钟内，好，就这样。飞过去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拍到。好，回家，不用拍了。已经飞到那个，已经从东边下去了。我不晓得有没有拍到啊。收工。这是我第一次拍国际克隆站，找了好久。下次8月7号会飞过太阳，在我家就可以拍到。但是是礼拜五早上，可能要请假。第一次，不晓得成功还是失败。记住1440就可以拍了，1440低差模式是最好的焦段。有只鸟在叫。这样，我不确定有没有拍到。它飞过月亮时间只有一到两秒，可能就一秒上下吧。先，等一下来看一下那个五色鸟好了。Go！ 我今天没有带拍五色鸟装备。这个不想再架脚架，等一下拍五色鸟，等一下看五色鸟的时候，路过看一下它还在不在吧。啊，回去了。5 4 3 2 1 0